没错，我确实有很多事情记不太清楚了，毕竟已经过了太久了。对了，上一次和大家聊天是什么时候来着？啊，空气甜甜的，应该是糖果的味道吧。绝无仅有的，只有它能调配出来的味道。也许百味就在那边，去找找吧。收到啦。倒不是我乐于拖延，折磨。这是软糖，是百味不小心掉的吗？先帮他收集起来好了。如果不是出于必要，我可不想乘坐这，我可是很有事。蜘蛛造型的软糖，看起来毫无食欲啊。原来你在这里啊。哼，毕竟正常情况下，游乐园里都应该有甜品站吧。想来想去，还是棒棒糖比较契合游乐园的气氛。一边吃着糖果，一边游玩，应该算得上是不错的一天。说到这个，我在那边捡到了一些糖果，是你掉的吧？啊，谢谢。所以，你要来一根棒棒糖吗？好啊。那就这个橙色的，应该是橘子味的吧。小心别磕到牙齿，糖浆里面可能混进了几颗纽扣，也许还有些别的什么。管他呢，反正也不会有其他游客过来。啊，居然是西瓜的味道。这根绿色的味道有点像巧克力，那么这根粉红色的棒棒糖会是什么味呢？哦，那个最好还是不要尝试。不过如果你坚持要尝一尝，我也不会阻止你。好辣。没错，是辣椒的味道。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意外啊。我找到了一些特殊的调味料，通过适当的配比能够调制出多种味道，其中还有一些味道无法用目前已知的词语形容，不过都没什么用，不会有人喜欢这些味道，或者说根本不会有人想要品尝这些东西。汇集世间百味，那些配方也只不过是些派不上用场的冗长的废纸。怎么说呢，我以前也常常否定自己，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这种心情。虽然我们都是维尔威，但很遗憾，我并不擅长厨艺，做饭时基本上是有什么放什么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如果再加一些这种调味料，会变成什么味道呢？如果把那两种调味料叠加，又会是什么味道呢？
你一定也有过这些想法吧？正是因为这份好奇心，食物才会有那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吧？不然，这个世间岂不是太单调了？总感觉，很久以前你也说过类似的话。有吗？毕竟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还是当作第一次听到吧，不然我会觉得尴尬的。的确是一段很长的时间。说到时间，我这边的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啊，没见过的甜点，样式还挺特别的，你做的新品？算是吧，虽然是第一次制作，但这个配方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演练很多次了。我一直在思考一份配方，一份最能代表我的配方。由于食材有限，味道始终有些偏差，不得不承认，它确实只是个半成品而已。半成品？不介意的话，就收下吧。这份属于维尔威的配方。甜甜的，这是百味的力量。对了，你见过对凯文武装型号68了吗？那个全自动卡牌助手机器人，我记得他经常会在游乐园那边发呆。我去找找看。多谢了，百味。别客气，那些未完成的部分就拜托你了，毕竟那是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啊。